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汉语吧。那么今天消息什么呢？首先呢，我们想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。今天我们看一下我们天空，有一点改变了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这个感觉，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云了？然后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快的会下雨了啊。可是还没有午夜，所以可能有一点这个天气的改变，就是，我们不必须等，午夜了啊，因为也许下雨，比较快的来了啊。好，不过呢，现在还是这个太热的感觉啊。所以，如果你得工作，虽然已经晚上了，你还会觉得太热啊，然后如果你放在你的电脑，你放在比如说这个一杯水啊。它快的也会变热，啊，这样的状况，温度太高，所以太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啊？首先我们想，我想讲这个 Tele Tokyo Vis 的 surfing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讲的就是有钱的关系吧，啊，有经济的关系。然后跟起他们呢，因为我们在2月呢听说，日本的银行呢，他们改变了这个部分，就是以前就是这个0.1% 的这个机制呢，以前就是 negative 啊，可是这次呢。他们刚改变了，所以它变成positive 了啊，positive。可是呢，我们想知道状况，现在状况怎么了？结果是什么了啊？然后我们会看见，因为这些收入呢，如果你工作，然后你收每一个月每个月会收到收入呢。那这个收入被提高了，可是呢，这一些产品，如果你想买东西呢，他们还是比较高，所以虽然你收到了更高的收入呢，可你会买的东西也不那么多，然后如果我们看见这个。这个状况呢，如果在美国，比如说在美国呢，在那边呢，Corona 之后呢，人们快的继续买东西、买产品，然后在日本呢，他们看见的就是，虽然有一点这个提高呢，人们也想买，可是不是那么高。以前更多人买东西啊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会想的就是人们呢，在日本呢，他们还想放在他们的钱，给什么地方银行，比如说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多花钱啊，所以这样的状况，好，当然有很多这些东西我们会听见啊，像这样的消息呢。可是现在我集中的就是这个部分吧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晚上也有 Okomotesuke 先生的视频，然后他还在跟。Ujumi 先生讲话，然后他们给大家分享了，
这个状况就是，比如说，六个个 dog，这个游戏呢，其实呢，如果他们没有发信给另外的国家呢，马来西亚呢，他们讲的就是这个六个个 dog 这些游戏不会继续，不会允许。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，虽然在日本呢有人会买，我们可以收到，比如说100万，这些游戏会被买，可是，如果我们真想赚钱呢，我们得发信给外国人，给这些地方。买给我们吧，这样的意思。然后也有这个部分就是，那如果我们看见开发者呢，他们的感觉为什么也有这个雅各家的感觉呢？因为如果个多库呢，我们知道在里面呢有这样的角色吧，当然另外的公司呢，他们没有做这样子。如果你做的角色呢，在游戏里面呢，有比如说有这样的衣服，有这一种角色呢，那开发者呢不比穿这样的衣服吧？可是在这个呢，他们讲的就是好，我们得有这样的感觉吧，如果有人看见开发者怎么样吧，好酷吗？或是好棒吗？或是，太无聊吗？这样的意思吧，好，那么我们在这儿停车了。其实呢，有许多许多这些东西还在，可是我知道我们已经过了8点钟了，晚上8点钟了，因为我今天得做比较多的事因为当然有这个改变吧，比如说我们系统使用的系统 Windows，还有什么这些 browser 然后最后的事，我做的就是这个。是用 JavaScript 就好了这样的结果吧。好，那我们在这儿听车了，然后谢谢，好，谢谢。